来，魏家来，古色古香就是在前面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所以你现在带我们去拜拜吗？没有，刚刚讲啦，避避灯啊，对不对？到底这一群人到底要讲几次？失忆，你们是金鱼是不是？我是布拉姨啦。对啊，对不对？避避灯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很有名的中药行，中药啊，知道吗？百年中药行，博人堂，就是这家，而且你看到没有？ 还有你看那边那个小金人有没有看到？对啊，那个就是照着我的身材一比一在做。哇，还有你看那边那个小金人有没有看到？对啊，那个红布，那我要去掀开红布了。可以啦，先开红布。你看呐，你这辈子没有看过，去看。哎，尊重一下老师，你不是你刚刚不是在这边？对，老师，老师不好意思。你好，你好，我看你摸面好料理哦。对，我们还有做餐点。哦，我们是中药房，也是做餐饮这样子。所以是用药的，对对对，是看到没有？这个避避灯的标准就是3道菜要在1000块之内，这个才叫做避避灯。没有长生谷力这件事。没有，对，没错，一般这边都长生谷力。没有长生谷力这件事。好，外面配了。就是来做香包，做一些品鉴。对
胁的部分呢，或者说平常我们就是可以像蚊虫那些比较不会靠近，驱虫，对对对，驱虫，就像古代人其实不太爱洗澡，他们都会用这种香包放在身上，香香的啦，对对对，比较会杀菌的意思这样。我们俩比较容易被蚊子，我们做那个啦，驱蚊的就好。驱蚊，他要做辟邪啦。啊，是的。我要辟邪，辟邪是他吧？你要做辟邪，是他吧？我是降火气啦，因为我比较旺盛。哦，那我全部要降下。你连 Alex 你都不放过。我们不放过，我们在沟通。Conversation。你刚刚哪一个是虚的？辟邪是那个艾叶。哎呦，艾叶。艾叶其实他比较。干什么东西？人家百年老店，你在这边乱搞。艾叶要多一点。啊，那我整把吞下去应该都 OK。那你要给我要辟邪啊。啊就地化成一道烟，化成一道烟啊！对，它烟的味道也不错。还是我会，哎，它这个有点像是脚点了，就可以好像。对，也是可以熏香，对对对对，还有个熏香。这些药材之后如果没味道，都可以拿来泡水，泡水，泡水啊，就泡水，然后泡脚，让阿姨煮水泡脚了嘛。对对对对对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跟你还没吃饱吗？我洛神的，我对洛神洛神洛神，孩子的味道很香哎，很香。洛神 ，OK， 是不是比较味？他没有洛神，你还是人家郭青云，他喝奶茶，我喝菊花茶。因为你爱菊，你还骂人家金鱼嘞？对，你还能骂我？哦。这个白山楂，山楂的有没有一点像？还好，它白的，它这是个味道。目前还好，还行吗？不是，老师你也婉转一点，婉转一点，对不对？你就差不多类似，这样就好了嘛。山楂饼啊，对啊，都要有啊，山楂饼啊。你那么直白，一定会被大哥骂。你知道这个味道还不错。不顺的不顺啦，啊，睡不好的睡不好啦。那我想说，就安排一个中药行的一个温补的一个行程，再加上呢，因为这个蚊虫比较多哈，那他们自制一些香包啊，啊，提神醒脑嘛，哈，尤其是里面呢最资深的那一位姐姐呢，啊，我想说，这个带在身上，多多少少对她有一些帮助。其实生活当中那些味道其实都一直有存在，但是不晓得原来来自于这些中药材，然后放在那个香包里面，那个味道其实我还蛮喜欢，有种安定的感觉。好，对，当然是可以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待会我们邀请一下福州的老师，他是我们台南的一个也是三代的纯心堂，他们就是做一些像风水面理，待会我请他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欢迎欢迎阿虎老师。风水面理，等下出来会不会沾回一种？我掉头。你跟他很熟吗？哎呦，是我。
老师来跟大家说怎么画符啊？怎么画符？鬼画符？鬼画符？画虎画狼他最会。鬼画符还要人家教我？最需要就是来自腰心非常的平静，然后才能就把那个样子对好好的拿来。心情心情。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画，因为我们两个的，你们两个是基督徒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们看你们表演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说前面就是一些常见的符咒的介绍啊，但是我们就是要画的可能就是下面的部分这样子。真的是，哎，神力助手。对，这比那很多哎。对啊，这什么画？老师啊，这些人素质都不高，你搞这个那么复杂。这是学历最高的意思吗？搞什么？是学历的殿堂，来，谢谢。又画的像这样子哦。怎么可能是吧？而且他这个字有点看不懂写什么。他就是有点异样化葫芦就可以了。OK。这个的话，通常都是在网络论坛，人家贴上来说，哎呦，我的租屋处被放这个东西会很恐怖啊。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，这只是把这个磁场变干净的符咒功能而已。哦。那写完粘在他头上也有吗？这样像僵尸。粘在我头上，你们不要呼吸哦。对啊。神经病。厉害哦！你画的超好，假的，看一下，你要粘得下来，棒啊！好有说，好有天分哦！有是你选的地方，你不能输。对呀，我 OK 的啦，哎呦，有了这样子，有了有啦。因为我想比较长，你知道吗？想比较长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连在一起，好啊，对啊，名字也很好看呢。哎，有好看的多的，有的你看不到。哎呦，腹肌啊，小红布没有腹肌啊，腹肌。哎，我刚刚看这个桌子，原来是一个匾额。对啊，好酷哎，因为他们这支匾额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那么多匾额？啊，就是因为他们这边都德高望重啊，就附近邻里送来的啊，对不对？很有特色。那现在他们做完是吃下去吗？还是？哎，对，我们是要折起来，就把它折一折，正面、反面都可以，都可以放在里面。哦 ，OK OK OK。